关怀弱势家庭，嘉义好爷会行善团举办好爷心关怀节、寒冬送暖爱心晚会，拾开150桌宴请贫困家庭，观赏艺人表演，同时也发出白米以及红包，表达关怀，温暖人心。在寒冷的冬天，适时送上温暖和关怀。嘉义好爷会行善团28号暗时邀请嘉义贫困家庭参加寒冬送暖爱心晚会，拾开150桌宴席，丰富菜肴招待之外，也有艺人直播精彩表演，娱乐弱势家庭。四年来，嘉义好爷会行善团秉持着人之己知、人力己力的精神，每年在寒冷的冬天来临的时，送上温暖和关怀。今年结合企业、慈善团体以及善心人士做伙来办。嘉义好爷会行善团，肚子饿死了。来表演的艺人在寒冬当中专业演出，穿着单薄为公益演出，不惊寒冷。今天的风非常的大，但是我们都很开心。哦，这样子、哦。对，今天是虎爷的生日，我们都很热情的，寒冬送暖，对，我们都很喜欢。宴席吃得温暖，好爷公行善助人，也准备了5000公斤的白米以及红包慰问金，贺祝社家庭由嘉义市议员陈祖文代表赠送，也希望鼓舞祝社家庭会当坚强奋发，自立自强，实现脱贫梦想，点着希望，照光未来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